为不争，故无尤。我们今天在这里谈中华文化以世界闻名成果，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用儒家、道家，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来让我们达到一个更美好的人生。我们为什么用中华文化这个词，而没有用中国文化这个词？这个词原来在海外、在国内都有流传。中华文化，我想它凸显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国家的文化。国家是一个政治的认同，但是文化认同是另外的，是民族的。对于中华文化，我们怎样认同，怎样做一个中华民族，将它的文化传播，将它的文化在人类发扬，进行了深入的各方面的探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I am very happ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to expand my circle and to experience the world's wonderful Chinese culture. I hope to witness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in-depth for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 civilization.比起以前，我们现在倒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种自发的去支持文化的做法，我们现在这种精神是不是比以前强？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开始担忧了。你知道，中华民族不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它是一个完全能够和世界各民族、各种族、各宗教圆融成一体、水乳分不开的这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知道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一家人。画展大概集中了几百幅中国书画界的这个顶级的这个书画家创作的一些题材广泛、思想深刻、笔墨功力深厚的一些作品。这一次呢，通过这些大师级的作品，展示了我们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创造力。艺术家们将为大会带来世界文明和平发展中国风名家艺术工艺演唱会。下面呢，我们将会开始正式的商业拍卖。